来来来，甲这个汇报，我今日要讨罗岗讲话，汽油嘛去，食饭嘛去，车嘛去，你话我即摆啥物件无去，我薪水无去啦，这要怪谁？怪政府，政府即摆规定25,000啦，最低薪资啦。我嘛阿弥陀佛，一个政府啊，你是安那啦？你食饭拢免钱的哦，安尼啊话25,000，25,000呢？我呸！我今日要讨罗岗讲话，我今日要替头家讲话，我要甲政府讲，政府你甲我听清楚，罗岗啊，我头家出过十年。人讲吼，劳工拢薪水无起，即摆万无起，你听无？啥物无起？你话我啥物无起？起又嘛起，食饭嘛起，车嘛起，但起你话我即摆啥物物件无起？我薪水无起，即要怪谁？怪政府？你讲无啦，头家薪水是你花的，来怪政府？来，我解释给你听。员工实在是悲哀啦，咱这台湾人员工实在是悲哀啦。咱这個政府吼，假人权，你听无？即摆消费吼就真贵，你听无？咱这一人要七千块，外口租一间厝要7,000-8,000无？台北市都要10,000啦。政府就要规定25,000啦，最低薪资啊！我阿弥陀佛，一个政府啊，你是安那啦？你食饭拢免钱的哦、喔，25,000，到你这都过生活，来，你这有人领25,000的无？安尼啊，话25,000呢？政府啊，你基本劳工薪资最低薪资25,000，你是安那啦？你都无囝的哦、喔，是种食王八蛋的哦、喔？你都必须去人食物件，无领钱的哦、喔？25,000是要过日啊啦？你一个老工人写25,000最低薪资还敢对？我其实薪水上无爱3万至3万，上公道的啦，25,000是啥啦？啊，娘的政府啊，你有听到话无？立委啊，我拄才头家讲的，十多年后今日我笑笑去，嘛是过28,000。你当你这头家讲的拢无起价，我讲真个，我即马还替头家讲话，安尼无公道啦。我解释来听，十多年前啦，搞啥物二代健保，有健保或者无二代健保？十多年前搞一个月休8天，搞这款规定。我以前5,300的时候，一个休2天。到我做头家了，一个月做休4天，政府规定休4天。来，即摆改到8天了。咱政府吼，假人权呐、啊，假搞，你听无？假人权呐、啊！你一个月叫2天，爱休8天。你望去看一下，国外人敢休8天？休8天是咩款国家？德国、日本、英国。我即摆讲着休8天国家，你人个最低薪资当然无8,000,000的啦，都全部7,000,000台币以上的啦。然后7,800,000的，好不好？7,800,000国家叫你来跳8天的，好不好？咱台湾是啥物角色啦？薪水才只要2-3万块，你每天跳8天，政府吼做代志做半途，你听有无？安尼啊话2万块，2万块呢？我呸！